在北京搜街总是有惊喜，这次我们就逮到了王菲的身影。8月8号是王菲44岁的生日，老公李亚鹏、爱女窦靖童纷纷送上祝福。娱乐圈众多明星如赵薇也在微博晒出与王菲的庆生聚餐照。当天王菲和助理等一行六七人驱车来到一家汽车 4S 店，围绕着一款商务车，众人讨论很久。王菲大口罩遮面，一身麻布衣服、运动鞋，并未被 4S 店员工认出。助理们纷纷凑上前仔细端详，左看右看，前看后看，车门车窗仔仔细细查看一遍，倒是王菲比较淡定，始终保持优雅的姿态。后来王菲也终于动心，还亲自上车试了试。离开汽车 4S 店，王菲一行人来到东三环外的一家中医养生馆放松保养过后，大家果然气色不一样，王菲更摘下口罩，露出真容，精神抖擞。天后王菲虽然已经44岁，属于孕妇中的高龄人群，但因为老公李亚鹏一直想要一个儿子，所以王菲也决定满足丈夫的要求，全力备孕追子。今年王菲也停下了大部分工作，看来已经开始积极备孕了呢。腾讯娱乐独家报道。